第49届电视金钟奖今天晚间在国父纪念馆登场，由曾国城跟Selina携手主持颁奖典礼，究竟奖落谁家，马上就要揭晓。来看现场情况。这里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，然后还有所有演员给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朱培基朱老师人不在，我在这里代他感谢陈慧琳制作人、导演燕宏伟，还有余维燕、汉师傅、杨汉伟以及我的家人跟合作过的工作人员，从他们的身上获益良多，希望大家明天会更好。串联出多首经典乐曲而受到人注目的最佳男女主角奖，今年竞争相当激烈，象征金钟影帝跟影后的宝座。谢谢颁奖。